你们看谁回来了？哎，你呀！梁家兴，哎，你朋友啊？女朋友？你不要乱讲啊！是我妹妹。哪一天啊，你真的是下定决心要门户开放的，第一个先通知我。这个教练也是在教他打网球。哎，可是你猜他是怎么教的？叫教球，这叫吃豆腐。我跟你爸爸呢，也决定了带你们大家到一个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去度假，大家高不高兴？